它伴随着满族女人的一生，它是古老民族记忆的见证，真如笔，现如墨，记录下地域的风土人情。小小枕顶展现大千世界，方寸之间承载长白厚重，天地长白之五彩绣枕即将播出。 这个由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方形图案组成的美丽画卷，并非出自画家之手，而是100年前吉林省通化市长白山区满族姑娘所绣的枕头顶。也许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枕顶绣品微不足道，然而它却是当年长白山满族人对女性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志。 这一块块枕顶五彩缤纷，如霞似锦。难怪有人说，刺绣并非女工之事。出色的绣品可以与才人笔墨、名手丹青同真奇妙。与绘画相比，多以绸缎为绣地的枕顶具有采美的先天优势。加之丝线有光泽，纹光与绣花相映照。 锦上添花，更见其灿烂。2008年6月，由通化师范学院申请的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枕头顶刺绣历经百年时光，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通化市地处长白山腹地，这里曾经是满族祖先素慎女真聚集的地方。千百年的孕育，给这里留下了满族文化的印记。长白山区满族的枕头是布缝的，称之为布枕。为了装饰这种布枕头，妇女们要在两个堵头绣花纳朵。 在小小的天地里去做广泛的艺术耕耘，于是就产生了五彩斑斓的枕头顶刺绣艺术。2003年，通化师范学院建成了全国首家满族民间美术博物馆，并专门设立了枕头顶刺绣展区。这些精美的枕头顶均出自当地女人之手，她们以针为笔。 以缎为纸，以线为墨，记录下了长白山地域的风土人情，使之成为不可再生的活态文化和历史遗存。这一针一线，无不刻下岁月的痕迹，一草一木，似在讲述如歌如诗的往事。 王纯信，生前是通化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教授，从事东北民间美术研究30余年。正是他的一次偶然发现，才揭开了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神秘而美丽的面纱。1982年，他考察满族剪纸时，在通化市北郊治安村见到了一名叫王和静的老人。 他向王和静请教满族剪纸的技法，王和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剪纸技艺展示给王纯信。随后，王纯信又向王和静了解其他的满族民间艺术。王和静谈到了自己出嫁时的嫁妆，他打开炕琴柜，取出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铺衬包。 这包里装着针头线脑和布头杂物，包袱刚一打开，一对精美的枕头顶绣品映入了王纯信的眼帘。正是这对绣品，开启了王纯信探究满族枕头顶刺绣奥秘的大门。
王和静，1918年出生，通化市人，祖籍山东。他保留的这幅枕头顶绣品是一幅四方连续的九个双喜字，字与六边形衬底的颜色各异，菱形块中绣有蝴蝶。凭着多年的艺术鉴赏力，王纯信相信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从第一眼见到便爱不释手，想要收藏。给你10块钱，把这个卖给我吧。可王和静却以压箱底儿准备带入棺木为由，拒绝了王纯信。王纯信多次恳求，甚至表示愿意出钱购买。王和静不好意思，才把这对枕头顶送给了王纯信。感谢感谢。寻访满族剪纸的过程，像一次抛砖引玉的奇幻之旅，把王纯信带入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比如说我要绣花，绣花之前有个底样，这个底样呢不是画出来的，是剪出来的，所以你要先剪一个花样，然后在上面绣上。枕顶刺绣里边，那么和剪纸它俩的这种渊源，这是姊妹艺术，就没有办法去分析得很清楚，你说它是剪纸是剪布还是刺绣，所以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历经百年的枕头顶刺绣，谁会传承这门古老记忆？五颜六色的图案又有哪些深刻的寓意？天地长白之五彩绣枕正在播出。群山环抱中，鹿圈子村宁静而安逸。300年前，这里是清朝的皇家鹿场，如今这里被建成民俗度假村，冬天几乎没有客人。可邵明华一大早就起了床，他把民宿村里的一间上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上午10点，贵客登门，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师王继和他的学生来到了这里，他们要为民宿村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喜堂是指新人成婚之时要对婚房进行装饰，使之充满喜庆之感，婚房俗称喜堂。邵明华一直渴望在民俗村里能布置一个喜堂，今天王继和他的学生将帮助邵明华实现这个愿望。挂起幔帐帘子和幔帐套子，这是喜堂的必备之物。幔帐帘子为深色，可以遮挡视线，增强二人世界的隐蔽性。幔帐套子采用补绣的手法，上边绣着双喜字。桌帘上绣着龙的图案，预示吉祥。一张挂满枕头顶刺绣的白色布帘最后登场，这是王继和他的学生连夜赶制出来的。枕头帘子是整个喜堂的点睛之笔，也是满族人布置喜堂最特别的地方。姑娘出嫁前所绣的枕头顶，在新婚之日作为精美的装饰品向世人展出。喜堂事实上是姑娘绣技的个人展堂。那这个帘子呢，就是一个姑娘从小拿针开始，一直绣到她这个结婚为止，又绣几十对儿这个枕顶，所以这就叫枕头帘子啊。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幔帐，说对面抗文化嘛，所以要有幔帐、幔帐套、幔轴穗啊。那么这些东西，那满族是色彩黑白的，所以你在这样一个人家里能够看到这样的黑花、白花的东西，即使这个喜字可能也是黑颜色的。所以桌帘呢，等等，这些都是喜欢体现在它那种色彩的融层上的。满族枕头顶刺绣与长白山区独特的满族婚俗晾嫁妆有紧密的关系。从前，姑娘结婚时十分看重娘家的陪送和姑娘的手艺。在长白山区，女人不会绣花，如同男人不会糊口养家，所以这里的女孩从小就要学习刺绣，成为炕上活。邻里间年龄相仿的姑娘常常聚在一起剃样
描稿、绣花，互相熏习，共同切磋，灵感在他们的指尖轻轻滑落。他们要绣花鞋、围裙、荷包等等，而绣枕头顶最为重要。至结婚前，姑娘们要绣十几对甚至几十对枕头顶，然后将这些五颜六色的枕头顶绷到一个扇布上，称之为枕头帘子。绷枕头帘子同样不是一件小事，要选取姑娘们最得意的作品，这将是长白山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展示机会。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灵巧还是笨拙，完全在此一举。新婚的前一天，姑娘做好绣枕送到婆家，炕琴之上整齐的贝壳红红绿绿，两侧一边四个枕头摞起来，枕头顶向外，五光十色，满是生辉。正日子这天，迎亲接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唢呐声声，锣鼓喧天。新郎骑着高头大马，新娘坐着大红花轿，他们是婚礼的主角。新娘的嫁妆也随着队伍一起抬到婆家，但无论新娘的娘家是穷是富，无论妆奁有几香，这其中一定包括枕头帘子。从娘家挑着这个帘子到了婆家，然后挂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那么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进门一定要先看到这个枕头帘子，那么大家一定会认真的看哦。那么看的是什么？纹样好不好啊，是吧？你的绣工好不好啊？哎，那这就能表现出这个女人巧不巧，大家要判断啊，这个姑娘巧不巧，那么就决定了这个女人将来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啊。她是个巧婆姨，她一定会给这个家里带来很富足的，是吧？使这个家日子越过越好。所以说这件作品它就奠定了这个姑娘将来这个家里面的地位。枕头顶绣品不仅是展示绣技的平台，还是交流感情的桥梁。新婚的第二天，新媳妇要将枕头顶送给婆家的亲戚，称为散箱子。妯娌之间将各自的枕头顶互相串换，以交流记忆。余下的枕头顶则珍藏起来，等将来儿女成亲时作为家珍相赠。有的则在年老送终时作为陪葬品一起入棺或者火化。枕头顶刺绣伴随着长白山区女人的一生，五彩绣线刻录下她们生命的印记。追溯历史，过去生活在长白山的女真人，全家枕着一根木头，一人动，全家都知道。后来，他们把木头截成一段一段，成了木枕。懂得植棉制造技术之后，木枕变成了布枕。布枕又分为单人方枕、双人方枕、扁枕、耳枕、空枕等等。清代，我国民间刺绣工艺达到鼎盛，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满族枕头顶刺绣逐步形成。关于满族枕头顶刺绣，还有一则动人的传说。清朝初年，长白山一带有位靠绣花为生的满族姑娘，长得花容月貌，心灵手巧。她绣的花迎风滴露，
绣的鸟展翅欲飞。有一年轻的贝勒爷夏天开着窗户睡午觉，因为枕着他卖的绣花枕竟引来了蜜蜂和蝴蝶。贝勒爷惊叹不已，他跋山涉水找到绣花女，二人一见钟情，绣枕为媒，缔结了一桩美好姻缘。绣花女出嫁后跟随贝勒爷去了奉天府，即现在的沈阳。因为思念家乡，绣花女便天天绣枕头顶，绣长白山的天然之蜜，万古之灵。长白山满足枕头顶刺绣也因此流传开来。挥毫泼墨，长白山的大美赋予了毕建制不竭的创作源泉。三年前从延吉市考到通化师范学院，毕建制开始了国画专业的学习。夜幕降临，毕建制要赶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七八节课。一路上他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情绪，收敛起磅礴与豪迈，转化为细腻与温婉。现在的课程呢，主要讲的是平绣啊，这里边呢，从2000年开始，满足枕头顶刺绣作为通化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必修课，被搬入了大学课堂。昔日的草根文化、本土艺术，成为今日高等院校美术理念和民族意识的回归。立稳绷架，备好图样。丝线不能直接用，必须把它劈得更细，称为劈线。在丝如发、针如毫之间，毕建制体验着满族妇女象牙雕球的鬼斧神工，春蚕作茧的百绕千回。它是一个几何纹样特别多，然后原来就是个纱网，刚才你拿那个活纱，这个是就是绣满了，就是变成满纱了，是一样的东西。一周一节课，王继要在总共16节课时里，把满族枕头顶刺绣的基本技法传授给这些美术系的学生。满族枕头顶刺绣的品类很多，包括缎绣、绒绣、补绣、包绣和挑花绣。受教学课时的制约，王继无法面面俱到地教会学生，他选择了适合各种针法和刺绣效果最好的缎绣作为教学内容。王继要求每位学生选择一个缎绣图案，利用一学期时间精工细作，期末上交，以此评判成绩的优劣。走进伊通满族博物馆，岁月仿佛回到了昨天。这是一部民族发展史的画卷，向人们展示着满族悠久的历程、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在二楼的剪纸与刺绣展区，四个精美的枕头顶被封存在展柜里。它们不再是平民百姓的枕边事物。这四个枕头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绽放的花朵还是翻飞的蝴蝶，都以白色的缎地作为底色。按刺绣色彩，红色的绚烂和高贵最能体现富丽华美，也最能烘托所绣之物的吉祥如意。而白色却在有着3000年满族历史的伊通人枕顶刺绣中有着与众不同的原始思维定式。满族是渔猎民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寒冷的冰雪环境中，其生产、生活、征战均与雪有关联。狩猎时穿白色衣服不容易被野兽发现，雪成了满族猎人的掩护体，洗白上白的风俗自然承续下来。
除了颜色上白，满族枕头顶刺绣的图案也极具满族风情。这幅枕头顶名为努尔哈赤打虎，画面中的努尔哈赤紧身衣裤，腰束丝带，足纳兀拉，似在飞奔，两臂飞舞，姿态英伟。身前是三只山羊，一只小羊回首顾盼，身后是一只凶猛的斑斓猛虎，背景则是连绵起伏的长白山。这幅绣枕采用平视构图，倾斜的老虎拉近了与羊和人的距离，形成了紧张的三角关系，凸显了与生命较量的张力。萨满教是满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既是代表精神因素的神者，又是代表现实的人者，实质是愿望预言者和生命再生的模仿者。萨满教信奉天神、地神、祖先神、动物神、植物神等等。在满族神话中，宇宙是一个多层立体世界，每层都有人和动植物，有恶魔和善神，自然与神话共融一处，巫术与艺术难分难解。这幅枕头顶刺绣表现的是萨满夜晚祭祀的场景，在一幅枕顶上描绘了四组图案，上左红烛白灯高悬，上右两只神鸟从天而降，下左耸立着带有黄色元宝形犀斗的神杆，下右有神桌、香炉、红烛。祭祀的场面十分逼真，我们仿佛听到神鼓在敲，妖铃在响，萨满在唱。小学开设刺绣课，孩子们能否喜欢？保护性传承让枕顶刺绣发生哪些新变化？天地长白之五彩绣枕正在播出。十岁的关美璇是一名满族女孩，每天放学后，她喜欢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踢足球。中午，关美璇的奶奶正在做酸汤子。这是一道当地满族居民喜爱的主食。关美璇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都是满族。除了桌上的这道酸汤子，满族的传统习俗对他们来说只是支离破碎的记忆。金斗朝鲜族满族乡小学共有118名学生，其中满族学生24名。关美璇在这里念4年级。2010年，学校把满族枕头顶刺绣纳入教学计划。2012年，学校代表吉林省参加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获得参展奖。3、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课堂上，美术教师曹继红挑选具有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枕头顶图案，向孩子们介绍。这是一个什么字啊？喜字。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幅幅精美的刺绣，还是记载满族文化的教科书。如今的女孩子从小上学读书，无需坐在炕上学习刺绣了，但这门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课一定会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许多别样的色彩。放寒假之前，曹继红给每个孩子发一张具有满族风情的绣花图样，假期作业就是照着图样绣一幅枕头顶作品。
关美璇得到的是人参娃娃，这是她最喜欢的图案。刺绣会给她的寒假增添许多快乐。通化去往新宾县的公路，沿途有很多满族人家。王纯信生前无数次沿着它进行田野考察。王纯信的女儿王继决定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相信一定还有精美的枕头顶散落在民间。田野考察是搜集这些艺术品的唯一办法，这是寻找美的过程，保护美的过程，也是王继对父亲最好的缅怀。这种东西，原来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这边咱这块没有，就一家两家有绣的。有是吧？对，这属于满族的这个枕头。哎，对对对，这个汉族人没有。在夹缝村的一户人家，王继遇到了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人。老人当年会绣枕头顶，现在已经拿不动针线了。王继发现老人把传统的枕头顶刺绣图案绣到了衣服上，艳丽的牡丹，傲雪的红梅，在老人的外套上绽放，显得别具一格。这两件独特的绣花衣裳王继非常喜欢，老人将其中的一件送给了王继。这个是夫妻回门，好像是从夹缝村回来以后，王继受到启发，他和同事们开始研究如何让满族枕头顶刺绣适应当下的社会，更好地传承下去。经过一个阶段的尝试，2014年他们推出了首批保护性传承商品。原来呢，满族枕顶刺绣呢都是方枕，是吧？方枕的两个堵头，但是现在都不用方枕了嘛。那这个抱枕呢，其实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枕头顶，只是我把它放大了啊。完了，这个材料呢，面料变得现在人们更舒适了，是吧？用起来很柔软。那么这也都是手绣的，所以我们在传承这样一种工艺啊。岁月流逝，当年随处可见的满族枕头顶刺绣，如今在民间已难觅踪影。这一张张朴实无华的面孔，伴随着一去不返的过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生于20世纪初的这些满族枕头顶刺绣传承人，生前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女工之作会被视为珍品，长久地藏于艺术殿堂。如今人们只能通过这些精美的绣品与他们隔空对话，方寸之大的枕顶成为他们来过尘世的记忆，也成为展示他们美丽的唯一舞台。